不能是一个精神世界，嗯，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以我们自己的美学来设定的就可以，嗯，光源是主观的，完全为了美感而设定的就可以，不是按照物理逻辑来设定的。封神三部曲应该是我们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神话史诗类型的电影，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而且以三部曲的方式构思和制作的，这也是第一次。今天我们在迪乐国际的麦田里面开机，意味着我们电影必将大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享受在《封神三部曲》中过的每一天。《封神三部曲》开机大吉。封神这个项目呢，从2014年6月底第一次策划会，到我们按计划正常上映封神第一部，大概要7年的时间，如果把三部都上映完，大概是9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体量应该是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华语电影最长的一个制作周期，我认为是一个空前难度的和空前的复杂性的一个项目。拍摄就18个月的跨度了，其实是一个19站的一个方式了，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经验。我觉得导演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一起完成了这么难度的工作。其实北京文化真的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应该说是这么多年以来，北京文化就一直在准备，一直在等着这么一个项目。吴导演去三藩市找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我觉得中国一直都在找寻一种方法去拍那个封神嘛。他说我想呈现的这个封神的一个世界是没有过的一个世界，我突然间就是内心就像是有了一个鼓，你知道吗？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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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挺大胆，也很有诱惑力的啊！你别说那个山有多高，你先说你要不要过去。中国都没有三部曲，谁这么干？我觉得这也是电影行业发展的好了，有这个实力了。其实它的优势和风险都基于三部连拍本身这几个字上面。三部连拍它带给你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可直接判断出来的数字就是至少节约25%的成本。风险就是假如说第一部没有成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投入都失败了。所以当时姜老板就给我们介绍了咱们现在的制作顾问 Larry。And so we had a meeting at Warner Brothers, and he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because I had done a trilogy. We shot the trilogy in 15 months. Sometimes when we jumped from one film to another, we would be doing part of film one and then part of film two. Barry 爷爷当时也的确是不藏私，他把他在《指环王》的很多的总结的数据和经验都分享给我们了，我们才形成了《封神》的第一版预算。我记得当时也是经历了几个月的考察，然后甚至于把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送到好莱坞去，快1年的时间，我们才做出来这个决定，是三部曲连拍。那么，电影《封神三部曲》的导演乌尔善先生以及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来为我们开启这段横亘古今的封神之旅，欢迎。历时9年，准备1年多的时间，三部连拍，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第一次。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专业电影人参与这个投资，参与这个制作，我们也是非常兴奋，非常有荣誉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拍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个3000年以前发生的故事？满天都是妖怪神仙，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要在最早的时候就要去想清楚的。我记得第一次在香山就开了一个讨论会，当时是有历史学家，
文化学者，甚至于有做游戏的。过去都是叫什么，电影已经拍完了，然后呢请我们去评论一下。我是第一次受到邀请去参加一个策划，我就觉得他这个思路很清奇。我刚接到邀请的时候是蛮诧异的，当时我还在上海暴雪工作，我没想到会有导演是这样做电影的，就是收取素材的范围如此之广。其实已经抛开纯粹的《封神演义》这个小说了，我们共同认为的核心就是中国最早所确定这个文化结构的非常大开大合的人性。我们经常会说汉中没有史诗，但是呢很多学者认为它有准史诗，比如说《三国演义》，比如说《水浒传》，又比如说《封神演义》，只不过是说他们没有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但它在整体结构上确实是一部史诗。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完全的持续下去，必须守住一条，一定要有长叙事，也就是说寻找中国的一个大叙事，在文明和文化里边最根本的那个结构。我觉得一个电影导演敢于去尝试这件事情，这是太难得了。这是第二部，对，我看的是第一部。我要讨论的话，因为这个第二部我还没看，就是怎么样的把过去的小说提供我们的素材转化为我们的素材。它那个本来的因素太多，也非常复杂，也非常其实这个剧本里没有一场戏来自原著，只有一些设定来的。《封神演义》的原著是100回的章回体小说，内容非常的多。它改编成电影三部曲的话，它要做非常非常大的取舍。So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see how director Wu Ershan was going to be able to take from this gigantic world and craft specific stories that could really work as cinema experiences. 每一部都是完整的一个结构和故事，三部加起来也是一个完整的、相互关联的、环环相扣的故事，在剧作上是比较困难。这次还是满足导演的想法，是很史诗的，而且是很热血的，所以就选了年轻人，年轻人作为他的主角贯穿的视角，然后看着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挣扎、他们在这个事情里面的折腾，然后痛苦或者喜悦这个情绪的变化。我一开始本来以为三部连写就是相当于单独的写三个剧本，但其实真正写下来才发现不是加法，是乘法。有幸的讲述封神的这个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表现能够不负所托，不辱使命。这个电影在本质上来讲是个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成长一定是主线，别的都是为这个服务的，有用的就要，没用的不要。现在剧情完全合理，人物也都立起来了，戏剧性也够，怎么让它变得有趣，这成为下一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反正就剩最后一把劲儿了，就是胜利在望了。其实从电影类型来讲，《封神》并不是我擅长的，但是我非常看重这个创作班子，我也非常看重这个导演，我也很看重这个项目。为什么呢？他们是认真拍电影的人。我觉得如果要能有机会跟认真拍电影的人在一块合作，将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I think that the battle is incredible. I really think it's so engaging. I really, as an outsider, as somebody who really doesn't have the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and the knowledge, was faced with this overwhelming amount of narrative detail and characters and stories and magic and fantasy and gods and humans and emperors and warriors and oh my god， 都是有些地方他看不懂。比如说原来《封神》里面比较著名的一场戏，就是那个姬昌吃了那个肉饼之后吐出来，然后落地变成兔子就跑了，那个很神幻，这个就非常中国文化，这是一个谐音梗。
啊，那个东西我们纠结了一段时间就把它放弃掉了。所以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神幻都用在这个电影里面，而是重要的是他的那个情感方式。我们要讲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看我们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是什么样子的，看我们中国人的英雄情节是什么样子的，看我们中国人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的，看我们的中国的历史怎么来分辨善和恶，真和假，然后中国人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们自幼便被你们的诸侯父亲抛弃，送到朝歌来做质子，是我养育你们长大，教你们执剑，带你们杀敌，是我把你们从卑贱的质子变成了英勇的殷商勇士。电影的故事核心的角色都是年轻人，但不但要年轻，要长得帅，还要身材好，还能骑马格斗射箭，做很多危险性的表演。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要做全球的海选，从零开始培养素人演员，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大概我们海选了一年半，在全球有八个试镜的小组，我们组织了20次以上的大规模的面试，亲自面试了大概1400人左右。最快的速度走，最快的速度走。每一次我跟我山导演去做这个选角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忐忑。我希望你可以不用你们最常规那种方式来审判我。上个季那只梅花鹿真用蹄子刨着雪，他大吼了一声把我撞翻在地。到底他们合适不合适？岂有此杀和要忠贞吗？干什么？海选是从2017年1月份，然后一直持续到2018年4月份，那个时候就已经他们有一些就开始在那个培训了，但是我们还是在不停的在挖掘。在2018年的那时候就有个瓶颈期，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演员可见了，但是导演还是觉得不够满意，让我们继续再找。班长，我说，请原谅我，沈班长阁下，再放慢。首先他们要有天赋，面试的时候我们在考量天赋的问题，一是形象合不合适啊，第二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他的情感能量够不够强大。滚，再说一遍，滚，再说，滚。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运用的大量的都是测试演员的爆发力，看着我说，然后我要他有这个稳定的专注力。我在燕丁山，我家燕丁山，我在燕丁山，我家燕丁山，我在燕丁山，我家燕丁山。这个稳定的专注力特别特别的重要，演员的所有的后面的信念感和真实感完全是这个稳定的专注力来的。孙瑞到，吉武死杀到，侯文元到，山俊瑶到。进入训练营是体能消耗非常大的，整个训练的强度非常高。走不动了，怎么？撑撑撑着撑。好急。首先完成这24周的训练课程，然后他才能够得到角色。我们的海选其实就是选拔能不能具备这个世界里面的种子，那训练营其实就是要发芽了。首先是表演课，最重要的表演课，因为基本上进入训练营的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所以要给他们系统专业的表演课程。看住，将自己的身体慢慢恢复，但是所有的能量感觉自己从脚趾尖一点一点的透过你的大腿，一直到你自己的尾椎骨，一直到你自己的肩，一直到你的颈，一直到你的头。稳住了。第一次尝试用锣鼓喧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训练这些演员，在打鼓的过程当中放入了我们的台词。鼓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乐元素。把能量转换了。
我们的这个脉搏跳动是最接近的一种乐器。我的脉搏的平缓和我的脉搏的激进，其实充斥着我在沙场上、战场上，我遇到这种极端的情境的时候，同频的，它是同频的。摆拳啊，他不光是这个手的力量，还有身体的力量。第二是动作课，就是给他们基础的动作训练。这个气道是从这个位置收缩，小腿收缩，这个力量足。主要还是体现了这个孔武有力、武破雄浑的一种气质。走，每一天5点钟起床训练，不光是练你的体能，步子大点，大弓步。其实这是考验我们的意志的。我特别明显的就是一直在饿，应该是身体最开始的对这种训练的反应。6个月算什么呀？就是我哪怕待1年，我也愿意。没有坚持不了的。上步，我愿意用我的时间去学习这些东西。第三个课程是马术，因为古装战争片他们演的又是战士，他们都在马背上有很多的动作戏，他们要看起来像从小在战场上长大的战士。从刚开始的漫步打浪，然后到跑步，做一些队形。Unbelievable! Now they're loping one hand, they're going over jumps, they're swinging their swords, they're fighting. I'm not going to hurt you. I just want you to get surprised and mov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re you go. Yeah. Very good. No, they're doing very well. They'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movie. 同时，这个剧组。塑造了一群中国可以骑马的演员，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看得到。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来看，伍子胥呢看出来了公子光心有大志。然后还有古典文化，他们每周有古诗词的课程，学习史记啊、尚书啊、诗经啊这些经典的文本。然后还有是电影赏析，我们要拍的电影很接近这样的电影。我每周会给他们介绍一部古装的史诗电影，他们去看片，然后我们有些讨论。那天我是真的流泪，而且是哭得完全控制不了自己，泪流满面的那样。看着他们长大，真的觉得就跟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他付出了那么多。他们在每一次汇报的时候都展示出他们飞跃式的进步，让我们越来越坚定了这个决定。一切都是美好的，共产党梦就是我们的时候。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亮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我的父亲姬昌是西伯侯，哥哥叫做伯邑考。12岁那年，我作别父兄，坐着带有玄鸟图腾的帐车离开了那片麦田。我的选角的方式不是在考察他们的表演技术，其实是在我来了解这个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我希望他们的真实经历跟角色非常的接近，他真实的经历就是他创作的源泉。每一个新的演员，他第一场戏之前大概1个月我都会失眠，就是都在想他行还是不行。这导演也很有压力，我也有压力，现场所有人都在看，那一刻都在看于是到底行不行。如果这小子不行的话，可能就会换掉我。马应该在里面吧，
新疆第一天骑马。你好，我是于氏。你听我的名字这么大反应吗？哦，哇哦，哇哦，哇哦，不太听话。好了，要急的话让马先放松走下来，然后就感觉前肢那个踏进那个动态的时候，觉得马哎好像有点 nervous 着急了，然后再重新再来，再放松缰，提醒你要做的动作啊。很少这样的演员，就像从训练营出来的演员这么了解马，了解马种，了解每个马的不同的这种动态。这是缰，我在拉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地方要使力，这地方要使力。我看着直线走的时候，我稍微松一点，然后稍微给他一点。小城堡，迎着狼牙嘲笑，生命远走，不见你我还在。不知道，你是安排的先是什么替身吗？对的对的，先是替身下来。要不就我自己完成，自己来我可以的，对不对？那就于是来。来，走。走。等一下。开始，走。降压低，降压低。好，演员来了，降压低，鼓励他，降。于是第一场戏其实挺难演的，因为他演的这个剧情是整个风衣故事的结局，就整个的故事还没有拍呢，他要先把结局拍了，所以对他来说，他要背负着之前所有故事的想象，要演好这个结局。我希望你看到了家，无论是你在朝阳的家，还是西西城，都是一样的。也是跑得不错啊，也是跑得不错。我们要很早的去出发，去等日出，然后傍晚的时候再等日落，用这两个时间段来拍这场戏，然后骑一匹他之前从来没有骑过的马，要在当地训练，要跟这个马配合，然后在麦田上奔跑，那个麦田还是斜坡，地形地况也不是特别的舒适。王玉老师在这个片场站了两个钟头，就是一直在盯着天空，每一天三点起床，然后但是很有可能你白起。现在可以吗？可以。对，现在非常好。好，来准备拍，准备拍。来飞机动。好。这么复杂的配合，又有强烈的感情，这样对于一个新人演员第一场戏来说是挑战挺极致的，他完成的不错。对，不错，可以好像能。等一下，不管证明自己不是说一天就可以证明的，随着拍摄的继续，我觉得其他人会看见我出色的一面。拜拜。娜娜是一只很忧郁的想变成人的狐狸。好极了，好极了。对，我想创造一个全新的妲己的形象，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来自于动物的本能。导演想妲己想更像一个动物。如果你看我用一些就是狐狸的就是那个动作，就是不像人的一些小细节，对，导演就是想要这个。这个视频在找老鼠，这人不会做这个动作。特别可爱，这个他就是靠听力判断的抓到了，你看多厉害，抓到了，就是判断的位置。这些小的细节都会让你的表演真的不一样。他的眼睛应该很美，有一种小动物的清澈，
还有就是它要有神秘感，因为它不是人类。好可爱，好小。去过两次去动物园，拍了一些视频，然后回家啊，看它怎么动，怎么反应，对，就是模仿它。刚死的人比瞳孔有点灰的那种。刚自杀就附体了，很短的时间。所有的观众都最关注这个角色，选什么演员来演呢？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好，预备，开始。那场戏是真的妲己已死，然后狐狸的魂魄附体在他身上，然后复活了。我们之前做了将近半年的狐狸的研究，他出来的时候用鼻子去嗅这个世界的空气，然后用爪子在爬行，听到有声音的时候他突然警觉起来，然后他闻到阴兽的血的味道，完全用狐狸的形体语言去塑造狐妖妲己的出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设计，和最后完成的也非常好，是他的标志性的一场戏。龙德殿战舞呢，是所有我们的质子演员在一起的第一次的大群戏，而且他们为了这个戏练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当时呢，我就在训练营看那个这些男生拿剑盾摆阵法，然后光着膀子，肌肉线条练那么漂亮。哎呦，当时我一想，这个应该用在我们的电影里面。它其实是仪式感比较重的一支舞蹈，主要是要体现质子们英勇彪悍的那一面。五跟七，再有力量一点，好不好？我们始终是有阵型的感觉。有现舞，有突然出现的阴谋，又有情感的戏。好了，过了。练这个舞已经练了很久了，之前练得很痛苦，然后今天拍完之后终于可以在舞蹈上杀青了。跳完以后回去看那个回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状态都很饱满，对，还是蛮好的。回放一下可以吗？刘海你这个背肌可以啊，大肌肉，哇，收工了是比较开心，比较兴奋，我觉得还能拍。当每一条导演说过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这九个月真的是值得的，真的每个人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概念设计其实是在幻想类型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他很想把那个他所看到的中国最高的艺术形态用在电影里面。概念设计的工作我们做了有两年。雷震子可能分两种起飞的方式，一种是原地的起飞。导演就问我，我要做封神，你愿不愿意成为中国的策金司？我说我当然愿意了。随着每个部分的工作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细节，我已经完全知道那是我，他是我，我是他的。